这书真棒。你想怎样？哦嘿，看来我们是室友呢。烦死，我最好缺室友。好啊，那是蜘蛛网吗？深呼吸，没事的。宝贝，你得把女佣给吵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能处理好，只要用个指甲油就好。别担心，这我行的。跟你住肯定不容易，这房间很需要来点颜色。哇哦，整个好多了。最好随便你说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可是科学女孩，看我混合这些液体。哦，干啥？哈？那冒烟正常吗？不不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好像量用错了，这都是你的错。我们得设些规则，你待在你那边，我在我这边。至少我有床，也算是好的开始。你有啥呢？一堆的灰尘。下次你会更幸运的。我先坐下来把头发梳完，得舒舒适适的才行。我的床在吃我。没关系，一切都在掌控中。真遗憾，肉食床铺听起来挺有趣的，你真让我白期待了。哎呦，还真痛，我得伸展一下。嘿，醒醒！我噩梦中的恶魔啊！乖，我刷着板子，也没多难嘛。感觉好多了。他回来了。你在干嘛？没事，我在休息而已。这床真舒服，我可以躺上一整天，真的。把这柜子平放在地板上，接着需要这绳子，把它沿着边边贴，得确保贴牢。这是最后一段，把板子放在上面，有点脏，拿出画笔和黑色颜料，这是我最爱的颜色，来把它画好画均匀，得看起来很棒。这可能会花点时间。他在干嘛？哇哦，这真是好主意。或许我也可以，值得试试。先从包包里拿个东西。灯？不，这我不需要。里面还有啥呢？不是这个。真美哎。啊哈，我就知道我有颜料。但我该怎么做呢？有了。来开工吧！我超爱粉色，超可爱的颜色，我真是艺术家。应该好了，看我在墙上画个波纹，这真好玩。好哦，我很满意。接着来涂下面的空间，我整个在创作杰作呢。来试试不同的颜色，这紫色真亮。沿着粉色颜料的边画，画出个边线。慢慢来哦，我的床需要个床垫。哇哦，真简单，看起来真软，但我觉得有点太亮了，得再暗一点，整个有点像地窖了，这才是我风格的家。在这里我能睡得跟僵尸一样，得加点细节，看我画些紫色十字。好了，我来看看哦。不错，但还不够完美，我知道少了什么。这样好多了。哇哦，我超爱的，需要再来一些饰品。这真可爱。接着铺上床单，看起来真舒适，我超满意的。现在我能睡得超棒了。或许我能休息了。哇哦，你觉得呢？你认真在问我的意见吗？那你不喜欢吗？我挺爱的。这啥噪音？大概没什么，我就继续睡吧。哈，别又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这还真怪。外面有东西。那啥，别来找我啊，真讨厌。糟糕，还有人家只想睡个觉，如果看不到就不存在了。哈？都。等等，是你？我超享受的。你人很差哎。哦不，你竟敢！你活该。所以现在敲账哈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我有了，该来发挥创意了。
我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，先画一个我最爱的动物的草稿。可怕蝙蝠，超可爱也超毛的，只要画个轮廓就好，不需要着色。快好了，现在把它剪下来。接着需要纸杯，把它翻过来，剪掉基底，然后把蝙蝠对准在洞上，然后把纸包住杯子，把它往下压，然后贴起来，可不想它掉下来。然后把它放在手机闪光灯上，来试试吧，就能在墙上投影出蝙蝠。哦，瞧它飞的。那啥？不，那是蝙蝠吗？我超级讨厌蝙蝠的，它们超恐怖的。等等，是你 ？Oh yeah， 飞呀，小家伙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哈，等等，要玩来玩啊，我需要的都有了，这肯定会比蠢蝙蝠还棒。这里剪一剪，完成了。你看，是蝴蝶。哦嘿，室友，你真扫兴，蝙蝠酷多了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嘿，让那蝙蝠离我远一点，我认真的。哦，我需要个灯，我都忘了这部分，来打灯吧。你就这么点能耐啊？你完蛋了。别想，看招。不，你在干嘛？这不会吧？哦，真浪漫，我超爱幸福结局的。来抱一个吧。你想都别想。真讨厌。你真是铁石心肠，我要回去睡了。希望能梦到真爱。听起来真恐怖，我得输个压。那什么，别闹了。哼，够了，我受够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要走了。到底谁会这样了？什么？哈，真信吗？认真吗？哇哦，简直是美梦成真哎！我真是太开心了，金发牛终于走了，我可以进行创作忧郁音乐了。哦嘿，你谁啊？你害我弄断一条弦了。嘿，我是你的新室友，退后，别再靠近了。那我就抱自己吧。睡得真饱，感觉真清爽。等等，我的头发真乱。不啊，已经早上了。真饿，幸好随时备有紧急零食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人生太美好了，可不能有一根乱发，哥可是有名声得顾。脑袋真冰啊，我吃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住手。嘿，我在缔造完美。我再吃一根吧，超好吃的，小心，睡得好，来了。这整个越来越烦了。嘿，住手！你的冰棒棍拿去，然后，等等，这哪来的？这意思是，或许没那么糟嘛。镜子，我真想你。哎呀，漏了一根，我刚刚说到哪？从纸板上剪个圆，然后把镜子粘上去，接着用铅笔描一描，然后拿出冰棒棍，这些会很实用，在一端涂个胶水，不需要太多，然后粘到卡片上，把它粘在小圆外，沿着整个圆粘好，接着需要喷漆，粉色是我最爱的颜色，这颜色明亮又愉快，把整个冰棒棍喷好，可不想漏掉任何一点，然后卡片也喷一喷，等它干。再次拿出胶枪，在卡片中央挤一团胶水，然后把镜子放上去。接着需要拿出水钻，用水钻绕住镜子。哇哦，超美的！我说的当然是我的头发了，这镜子也很棒了。把它挂在这里，现在我随时都能看到自己了，真开心。瞧那美发。我要吐了，它还真怪。哇哦，那也太亮了，都烧起来了。停啊！啊，你有说什么吗？等等，镜子挨到你了吗？
我得做点什么。等等，我有自己的镜子。我知道怎么办了，我得动作快点，把这东西移走。姐可有大计划呢，把它平放在床上，然后在上面画画。用黑色颜料来画个树，但需要再来一点。来只神秘雄鹿如何呢？哦，超爱大自然的。嘘，你们害我分心。看我用白色颜料来画眼睛，然后点上黑色颜料。这部分用小一点的画笔。好了，很好啊，又有镜子能让我自恋了。把它放这里，看起来真棒。这正是我房间需要的呢。不错，很不错呢。等等，你有看到吗？哇哦，我看不到了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下来吧。哦耶，来嘛，跳舞嘛，瞧这些舞步，迪斯科宝贝，摇摆吧。你真丢脸啊！你是能跳更好吗？姐就是可以，舞要这样跳才是。佩服了吧你？等等，我在干嘛？还真荒谬。你怎么还在这？因为能让你不爽啊。来解决这问题吧。你觉得你能吗？看招，看我立马了结你。冲！看招！你也努力点吧。我要赢了。哦，我这还暖身而已。对决来了，看我致命一击！你正好在我的靶心，哈哈哈哈！耶！和解吧，好吧，和解。看我们的枕头，整个都不能用了，刚好就要说拜拜了。等等，我有了，我需要一大块布，拿着一角折起来。需要像这样的直边，接着需要个缎带，一端绑在笔上，另一端固定在边上，用它来画个半圆，然后画个小一点的半圆，把线拉紧才能画得完美，然后开剪，沿着线剪就好了。这可急不得，得很精准才行。第一个圆圈完成了，接着是小一点的圆，流程完全一样，跟着线剪慢慢来，打开后就有个大圆了。再来一次，把第二个圆放在上面，接着拿出针线，沿着边边缝，把两片布缝起来。可不想缝线间有个大空隙，教你个便利技巧，做个圈把针穿过去，这样能缝得更紧，暂时留空一小部分。完成后该来处理中间的洞了，在线上打个结，剪掉多的部分，接着需要一块粉布，这样折起来，再画一个半圆。得稍微比上一个小一点，然后再来一个来当洞，先把较小的圆剪掉。好啊，接着是下一部分，沿着轮廓来，但以波纹状剪，看起来真棒。现在来打开吧，这正是我要的。然后把它放在米色圈圈上，一边折起来，然后拿出胶枪，沿着边边涂胶水，把它折回去，压一压，似乎粘住了。现在另一边也照做。你不需要太多胶水，能固定住就行，别忘了里面的边边啊。现在折回去，尽量别在上面弄出皱褶。现在来填料了，所以我留了个空隙，把这一路挤到底，把圈圈给塞满，它得整齐又均匀，得很舒服才行。好了后就能把边边缝起来了，拿出针线，这会是个甜甜圈。我想看看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你真可爱，这应该会很方便。哈，你跟我来。我有手和枕头，把手放在里面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你有说什么吗？最后需要缤纷的布料，把它们剪成小片状，粘到甜甜圈上，这些会是满天星。应该好了。哇哦，超棒的吧。我才不喜欢嘞，我的枕头比较好。但我的枕头很美味嘞。嘿，你看。那是手吗？你哪里有毛病啊？哈哈，你吓到了。
不，我才没有。快点，跟着我做就对了。看到我的手臂怎么动吗？嗯，好啊。右边，左边，然后右手像这样往上。哎，真是无可救药。我们还是走吧。门怎么锁的？而且也不应该会这样的。快点，开门啦！我们要出去啦。看来我们被困在这个房间里了。我们有不少事得做呢，而且全部都是耗体力的粗重活。胶带应该可以吧？来看看这东西可以拉多长。搞定！哇哦，好啊，分成你一边我一边。可是等等，没错，全是你的了。我这边只需要我的床就好。真的假的？不，我需要你帮忙啦。哼，随便啦。这靠我太近了。你有事吗？干嘛？我在帮忙啊。瞧，也算是吧。算了，看来我就靠自己了。这东西还真重哎。嘿，看这里。哇哦，这可以用呢，马上就有温馨的感觉喽。盒子。什么盒子啊？做得好。这些墙真的很丑，漆上油漆肯定会好很多。来看看哦，该选哪个颜色好呢？黄色好像不太对。黑色呢？我知道谁会喜欢。不客气哦。嗯。哦，这才是我的风格，很漂亮吗？你看看，满房间粉红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我需要别的东西来分散眼睛的注意力。我刚好有啊。真是美丽的相机。嗯。算了。啊，不必了。嘿，青菜啦，算了。不过这个网上可以用哦，当然要先切个几刀才行。哦，不累嘛，完美。最后是超级好玩的部分，首先要沾点颜料，然后往墙上一盖，马上就会满房间星星了。哇哦，我超爱的。只有你喜欢。我喜欢比较黑暗的东西，最好还有腿。看看，这个还差不多，把它挂在墙上。当然要帮他加几个朋友，看起来也太屌了吧！好了，搞定。你不觉得看起来很静好吗？喜欢吗？可怕！变回原来的样子吧。接着，啊，有蜘蛛！来看看哦，这边这个是什么？你要看看吗？好像是灯串呢。Hello， 抱歉，没事的。嘿，这边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没看到你哎，灯呢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或许开关在那边。你有看到什么吗？怎么了 ？Hello。你在下面干嘛啦？真是精彩！你就光站在那吗？等一下，我有个主意喽。首先要一个杯子，在里面挤一点热熔胶，然后需要一些硬铁丝，把它们贴在胶水上，一整圈都要贴。干了以后，再挤一点热熔胶，贴上一段毛线，把毛线缠在铁丝上。好了，现在继续下一步，你需要更多铁丝。把铁丝的两端扭在一起，然后拿另外一条铁丝像这样缠上去，继续绕哦。最后的成品应该是这样，然后拿一段毛线绑个结，接着把毛线像这样绕圈圈。这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直接跳到最后吧。看，现在把杯子的部件放进来，一个手做热气球灯就完成了。成品是不是很惊艳啊？哇，是可以这么说啦。我这边要如何加上灯光呢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用的，除非叮叮叮，看看这个旧台灯，
帮他来个超酷升级吧，小家伙，轮到你拯救世界了。记得抓紧哦，你也是。好了，来加点颜色吧，或者该说，把他们的色彩都盖住。接着要来装饰灯罩了，我找了一些经典的建筑物图片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。大功告成，这和我的东西超搭的。只剩下一件事了。什么啊？永远不准笑我。没有插座吗？没问题。来吧，专注。专注。快点。哼，我就知道我可以的。瞧。哇哦，我赞同。等等，我没地方放这个灯呢。那些垃圾是怎么样？好像在动一样。下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小心，别把它吓走了。没错，肯定有在动。会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个办法知道了。哦不，好像有东西被困住了。Hello?这下面有东西吗？你这是在干嘛？你弄得一团乱耶！哇哦，真是的！嘿，你别再丢东西了啦！不过这个网上可以用哦。正好需要一个桌子来放我的灯，不过要先加上自己的风格才行。热熔枪可以帮我达成使命，可以涂上我最爱的颜色喽。看这酷炫的颜色，你有看过这么美的东西吗？好了，现在我的东西就有地方放喽，包括我美丽的台灯，还有其他小东西等等，很棒对吧？好了，我真的超喜欢的。找到了，原来是你在下面啊。别担心，你现在安全了。嘿，那是什么啊？让我来看看是什么吧。看起来像是一个旧面包盒，不过它很快就会变身了。重要的事情先做，不是黑色的东西我都不要，涂个几层就好。好了，涂好了，两个拼在一起放在床头边。我真为自己感到骄傲，这个床头柜和我的风格超搭的，你不觉得吗？这个房间越来越赞了啊！下一个，不行呢。下一个，来看看哦，真假？Betty， 什么？这个镜子太小了啦，太小。哇哦！不客气。哇哦，谢谢你。其实我也想要一个。哇哦，真是不错。来吧。哼。哦，这不对。所有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呢。哦，我有个超棒的主意了。可以来稍微改良一下。当然是可爱版的改良了。挂这边刚刚好。真是太棒了，现在可以来拍照咯。有用吗？耶，我变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，恶心死了。你就变成我要的东西吧。哦，这还差不多，就知道我可以的。我只需要几面镜子就好，然后要随意贴上一些黑色的胶带，肯定又有趣又令人毛骨悚然，真是我的得意杰作。加上一张毯子就更温馨了，还有一些靠垫，当然还有地毯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必需品。这两个房间就快完工了，不需要胶带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想通的 Betty。 够了，没什么比一点个人风格更能点亮房间了，或者是让房间暗黑，看你喜欢什么啦。这完全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
如果您比较喜欢事物美好的一面，那么这种粉红色就如天赐的礼物，简直就写着我的名字啦！耶！这是我的新学校啊，蛮普通的嘛。你终于来了，应该算是吧。让我带你参观一下你的寝室吧，很不错，对吧？就一般般了。你看看那张床，不过有改造的潜力了，这才叫房间嘛。黑暗的布置才是我的菜，没错，那样肯定行。等等，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张床啊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说来话长，好笑的是，新室友你好，我最爱病态装了，抱一个吗？哇哦，你动作还真敏捷，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变成闺蜜的。我想应该不会哦。来，把房间分成两半吧，你留在你那边，我留在我这边。换一件舒服的衣服吧。好多了，赶快来看书吧。好多东西要拆哦。盒子怎么在动啊？Hello， 有东西在里面吗？那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了。你非要这样玩是吧？你完全不知道你惹到谁了。等等，他跑哪儿去了？没错，把盒子放在那边，你最好弄得整齐一点，我是认真的，否则你得自己清干净。这些蜘蛛网超恶心的，赶快拿去丢掉。这些花好多了，快来把它们挂在墙上吧，像一个空中花园一样，看起来美呆了。不过我知道怎么样会更好，可以用这些小灯，超美的。哦，那边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我得开始动手了，我可不要用任何鲜艳的东西。好啊，这样不错，黑色永远不嫌多嘛。加些窗户好了，可以来加点装饰了。这个贴在墙上真是华丽耶，这样房间会充满哥德风，这种风格当然多多益善了。好极了，我们的品味真的超级不同的。嘿，那是什么？蜘蛛，超恶的！我得从箱子里拿个东西，加上这个肯定大不同。就是这个，而且当然是全黑的了。哇哦，还真不少呢！哇，你没事吧？救命啊！我被包成木乃伊了。别担心，我来了，让我帮你吧。好了。还真恐怖。你没事吧？就知道我们会变成闺蜜，把你的手拿开。你都是这样说谢谢的啊。把这块布料挂在墙上吧，这样会比较有恐怖的气氛，没什么比这个更赞了吧。他倒是给了我一个主意，让我用呼啦圈穿过布料，直到整圈都穿过为止，这就是我要的成品。挂在床的上方，床单当然要换一下，然后放几个公仔，看起来真舒服，我太满意了，来抱一下吧。该来做个实验了，要把这些液体都倒在一起。一切似乎都蛮顺利的，不过好像还少了什么，一只可爱的小蜘蛛。哇哦，有蜘蛛，要把它拿开。我的泰迪熊，它的头掉了，都是你害的啦。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泰迪熊，你过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个主意了，我可以用这个，把棉花拿出来放在地上，然后把 LED 灯拿出来，把灯照在棉花上，接着把灯打开。哇哦，效果真不错。接着绑上一段绳子，然后就可以挂在天花板上了，好像一朵朵云一样，看起来超棒的，它们超适合我的房间呢，看一整天都没问题，真令人放松。谢谢你了，泰迪熊，还有时间修指甲呢。你可以调暗一点吗？超亮的说。或许我也需要一盏灯，但可以用什么做呢？啊，真有趣，这些是从哪来的？我可不是抱怨呢。等等，不是真的，很讨厌呢。除非，或许还是可以有用啊。把骨头铺在烘焙纸上，拿一张纸板放在烤盘中间，然后喷一点发泡填缝剂在上面，在它凝固之前把灯泡放上去，铺成海浪的形状，然后再喷一点发泡剂，记得不要留下任何缝隙，
灯泡凸出来没有关系，然后再加几根骨头，这样看起来比较逼真。骷髅头当然少不了，然后就可以来上色了。要用喷漆来上色，这样会比较快。还要加点红色的喷漆，效果好极了，真是我看过最酷的床头灯了，用来看书刚刚好。我对这个成品真的很满意，感觉超棒的说。每个家里都该摆一个。现在我可以继续看书了，真是百看不腻耶。没什么比刚修好的指甲更美的了，一整天辛苦的工作让我超困的。哈，怎么毯子上有个洞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很讨厌耶。不过我有办法了，我得先拿个东西。别理我，我就拿这张梳妆台好了。你在干嘛？哎呀，真抱歉。放这边好了。然后呢？没错，刚刚的毯子，我得把它修改一下才行。这边剪一刀，那边撕开来，应该可以了。来看看效果如何。把毯子挂在镜子上，洞洞的部位正好是个心形。来把桌子装饰一下，用来放我的化妆品刚刚好，我超爱的。来试试我的新镜子吧，补点粉好了。这边还需要一些蝙蝠才行。这镜子不错，可以贴在墙上。我需要一张桌子。哇哦，东西还真不少，别忘了我的火烈鸟。来挂几幅画如何？我需要一些小装饰，鲜艳的花就不必了，反正到最后也是死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。好美哦，很有家的味道呢。这边真是舒服啊。我觉得自己做的真棒。黑暗阴沉又喜怒无常，老妈和老爸一定超以我为傲的。这些云好软哦，该来听睡前故事了。好，怎么了？你手上的是什么？让我瞧瞧。嗯，这可能会有用哦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有一块圆形的木板，在上面挤上一点胶水，然后再贴上一块砖形泡棉，用力压下去，粘紧粘好。接着把两节管子插进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最后管子会变成这样，然后在上面挂一些蜘蛛网，还要用它们来盖住砖形泡棉，像这样。然后要加上一些蜘蛛和骷髅头做装饰，当然别忘了蝙蝠。绑一条绳子在管子的顶部，然后绑紧绑好。接着还得加上一个特别的东西。好玩的部分来了，哇，你看，这本书真太精彩了，完全停不下来呢。哇，看起来超痛的，我可不能让它发生。停啊，别动！你差一点踩到这个滑倒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真的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救了我，你很关心我吗？来吧，过来参观一下我的房间吧。这些是我的云，是不是很赞呢？还有，这些是我的花。哦，这个你一定要看，我自己做的，是破毯子做出来的。嘿，那是什么？是一个骷髅头吗？真不敢相信我要这么做，我知道等一下会后悔的。你把胶带撕了？对啊，它破坏了美丽的房间嘛。走吧。哇哦，嘿，你看你看，它们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的。别摸了。哦，蝙蝠，我最爱宠物了。拜托你别再碰了，就知道我们会变成闺蜜。抱一下吗？我没有那么喜欢抱抱。没关系，我喜欢啊。我回去那边了。这就是我的新房间了，虽然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整，但我可是有备而来的。这边可以放一张大床，衣柜放那个角落刚刚好，等不及开始动手了。还有，那是什么啊？那是我的蝙蝠，你肯定是佣人吧？还不赶快来帮忙，箱子拿去。哇哦，还蛮好笑的嘛。哼，我真的需要做个指甲。我已经开始后悔了，你有事吗？你踩着我的梦幻房间蓝图，哎，真的很没礼貌。别再这样子了，我得把这个放在安全一点的地方。该来装饰房间了。这些爱心真的很可爱。见仁见智了。看看这一团乱，得好好清干净才行。真的超恶的。我们需要一张空白的画布。你可以不要那样吗？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。瞧，好多星星，超可爱的。不，
一点也不可爱，统统拿下来。这完全不是我的风格。他们让整个房间都充满生气耶！才没有呢，他们丑死了。最后一个了，你在干嘛啊？看不出来吗？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啊？是非常讨厌。哦，好吧，这个也得丢掉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要把房间分成两半。你留在你那一边，我留在我这边。我得来装饰我的房间了，一定会很好玩的。先画一个身体，然后再画脚，一只可爱的小蜘蛛就画好了。然后要涂上颜色，还需要加上蜘蛛网。画这些东西感觉真放松。来加点亮晶晶的东西吧，整个窗子上都要，这样还差不多。你觉得如何？有一点点恐怖，我该怎么装饰呢？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个好主意了。我可以用我的指甲油来擦窗子啊，因为我的指甲看起来超棒的，所以画在窗子上一定也很美。哇哦，又鲜艳又活泼，看起来完全不同呢。我超爱的，看一整天都没有问题，而且一只蜘蛛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我要去那边了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嗯，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需要拿个东西。奇怪，在哪儿呢？啊哈，在这。要先擦点口红，嘴巴一定要漂漂亮亮才行。嘟一下，除了可以练习接吻的技巧之外，还可以让房间变得不一样，好好玩哦。希望我的嘴唇没有太累。最后一个吻了。哇哦，整面墙壁都上色了，很可爱。不过看看这个。是的，把皮箱打开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嗯，这个待会儿才需要。不对啊，这个颜色真漂亮。假如我还活着，也许会有一点情绪。僵尸的工作真的超多的，这工作还真辛苦，大功告成了，做得好。买个东西犒赏自己吧，例如买个个性什么的。好了，都拿去吧。很高兴与您合作，记得在我的网站上留个好评啊。哼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才不要用这个嘞。这是从哪来的？哦，很合适哎，我的房间肯定可以用这个，刚刚好需要呢。来挂在天花板上吧，感觉真的大不同呢，好像有自己的彩虹一样。你有听到吗？是从盒子发出来的吗？应该没有什么吧，好像又听到了，到底是什么？耶，我才不要这个呢。这最好不要是垃圾。等等，盒子在动呢，可能很好玩哦。哇哦，看看这个，今天肯定是我的幸运日，好多蜘蛛呢，用它们来装饰真是一级棒。然后再撒上一些金粉，还有一些钞票，看起来美呆了。还真有一点神秘，不过这钞票挺好的，白花花的钞票啊，看看它们，还有一只大蜘蛛。天哪，快帮我弄走它，跑哪去了？我最讨厌蜘蛛了。它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最喜欢蜘蛛在我身上爬的感觉了。啊，我还是可以感觉到它们。哦哦，糟糕，在这里呢，只剩下一个办法了，情况紧急啊，这是唯一可以抓走蜘蛛的方法。抓到了，快给我滚出去，别再回来了。啊，好多了。等一下，我亲手毁了这件毛衣吗？是我妈织给我的呢。啊，我的包包里好像有衣服，这怎么穿啊？可以吗？或许可以。不行，完全不能穿。还有什么呢？又来了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所有的衣服上面都有洞吗？真的很失望啊。等等，或许不用把它们扔掉，我只需要尖锐一点的东西，例如我的指甲。哦，好极了，刮噪不休的室友。来吧，超好玩的。接着要把针线拿出来，然后把它们缝在一起。哇哦，你看，变成一张拼布毯子了呢，摆在房间里超搭的。
而且感觉很温馨。哦，我的毛衣刚好还剩下一块布，好了，没有人会看出来的。你弄好了没？嗯，这是垫子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我要把它们缝在一起，变成了一张地毯。当然要加点亮晶晶的金粉，看起来很不一样哦。我才不可能躺在什么烂地毯上呢，我的品味可是很高级的。应该够了，让我试试看吧。哇哦，好舒服哦，超爱这金色的细节，这让整张地毯看起来非常优雅呢，对吧？等一下，这个可能会有用，我有个很好的计划。哎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来贴在墙上吧，然后加上一些 LED 灯让它发光，看起来好像一朵朵的云，好梦幻哦，越来越有家的感觉了。可以来安置我的床了，可以放在墙角，上面还可以放几个枕头。好了，我的房间布置完毕了，好温馨舒适哦，全都是我想要的东西。光是这样子就惊艳了，你真是没见过大场面。来把这骨架上的骷髅头拿下来，装上一个灯泡，还要加上一个灯罩，可以来开灯了。这才叫一盏灯嘛，放在这边好了。不过我还没做完啊，我还需要可以睡觉的地方，还有我的桌子和地毯，这才像一间房间嘛。嗯，蛮舒服的，应该可以了。啊，我们真的超棒的，我真喜欢你做的大改造。啊，对了，彼此彼此了。天下没有什么比得过阿嬷煮的饭，吃了就是开心。我们就来瞧瞧吧。嗨，亲爱的。嗨。你看什么看 ？Betty， 我有吃的要给你。什么？这里面一定有东西要给 Tina。尴尬哎。你喜欢吗？哦，要这样比吗？张力爆表，够了，住手！就一招能解决了。嘿，过来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？挑战时间到了，放马过来！看吧，这是你们挑战的第一关。爆米花，好啊，这应该很简单。嗯，新鲜蝙蝠，我今天早上摘的叶子。还得要有巧克力，嗯，你看看，最后呢，爆米花粒，我可不能忘了这个。现在要念咒语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米花爆吧！哇哈哈哈哈，感觉活力十足，这好美啊！我变。看起来很不错。啊呜，停了，我最好逮住他，我手边就有纸筒。啊，真好玩，他真的成功了，这样应该够了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做得好，我们等着呢。阿妈，你可以的。嘿，我可以帮你。我怎么包？啊，手手，我需要你帮忙把糖果给阿妈，我就靠你了，别让我失望。哦，那只脱离躯体的手，多棒的手啊！有蝙蝠味啊！啊，等一下，你背叛我，我要把你变成关节糖！哇，他情绪控管有问题。好了，我有个想法，在锅子里加点油。撒一点玉米粒跟糖果，然后等它煮熟，盖上盖子加速，玉米粒开始爆了，你看糖果帮它上色，这样应该行了。哇哦，好缤纷，我做好了，我没看过这么美丽的爆米花，真恶心，你会爱我做的。我阿妈做得好，拜托让她赢啊。阿妈，你赢！哦，哇哦，谢谢！你的品味真差啊，酥脆。接下来呢？那个不错。嘘。那个如何？你好烦呢。就这个吧。
你们下一关挑战跟面包有关。这个我会。嗯，这东西要怎么用啊？他在做什么？他想了。喂，他打给谁啊？完美。需要帮忙吗？我只需要等。啊，手脚真快。啊，哦，拿去吧，零钱不用找了。多乖的年轻人，看我拿到了什么。你作弊。你这招我也会。喂，你听得到吗？我要叫外送。哇，快递服务。谢谢。谢谢你了。还不走啊？就这样。好，晚点聚聚吧。你不放弃啊？好了，拿去。这应该够了。根本抢钱，你应该戴面罩的。今天收入不错，看看我拿到什么。啊，木炭。要这样玩是不是？哎，老太太。嘿。要看个酷的嘛。屡试不爽。但这是偷窃。很棒对吧？哦，他回来了。嘿，小子。等等，我们先谈谈。还没完呢。你在我的复仇清单上。哦，别拖我下水。我再要开始动手做了。把一颗棉花糖放在两片面包中间，然后用杯子把它切成圆形，就像这样。再把圆形面包丢进热油里。我要让它漂亮金黄，酥酥脆脆又黏黏。我还蛮满意的，真是无聊。我要怎么办呢？也许我能用这些碎屑。嗯，我有一个点子。我要把面包卷螺旋状，把结构好好卷紧，用竹签固定形状。接下来沾上奶油，要把它完全包覆，然后放在糖里面。好了，甜甜又美味的零食，几乎跟我一样甜美。你觉得呢 ，Daddy？ 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我觉得娃妈应该获胜。哦，你人真好，运气不好。做得好，大概吧。不知道这一次会是什么，我想不到什么东西。啊，苹果。用这个做点什么？这样还差不多。我最好来准备了。啊，感觉真可爱。我爱弄点花花草草，我很有园艺天分的，真是放松。来种这个小家伙吧，放进去，把它推进去。希望你口渴了。我帮你准备了好喝的水，喝吧。这样应该行了，放着让它长。嗯，花了好一会儿，完全没变化。没有。啊，我还醒着。真是悲剧。拜托，你要的是这个，蛮厉害的啊。那是你种的，哇哦！我用这个引诱童话公主，把糖果给我吧。哦，这个真好笑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我还需要一样东西，我要把糖果放在架子上，然后让机器发挥作用，帮我把皮削好。我只需要放松地坐着等。削好了，不过我还没有好。去除苹果核，我用汤匙把它挖出来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东西。然后我要把糖果放进洞里，现在可以放一边去了。我有一片酥皮，把它切成条状，很完美。把它沿着苹果垂坠，我要把它们层层堆叠，就像这样。现在该放进烤箱了，酥皮要烤成金黄色。嗯，看起来很不错，令人垂涎。放马过来，他这招哪学的？我得想想。嗯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我是要骗谁了？必须比这个更厉害才行。哎呦，等等，我脑子有，可能是脑震荡。不过还有别的，甜甜圈。我应该有办法了。先把苹果切成几块，然后去掉果核，
就得捉漂亮的苹果环。把串钱穿进去，泡进面糊里，整个包袱。油炸时间到了，看看这些泡泡，我要把面糊煮到熟透，这可不能湿湿糊糊的。再把它泡进融化的巧克力，嗯，我很乐意吃这个，人人都爱巧克力。最后呢，加上彩糖，这些还算是健康的甜甜圈，不过很好吃哦。嗯，味道好香啊！你好恶啊！阿妈做得好，太棒了！你，听到了没？我赢！啊哈！你看这个，我们天差地远，没关系了。下一个挑战是香肠，嗯，好吃。然后嘞，可靠的筒子从来不让我失望。啊，我忘了这个，我最棒的宠物。瞧瞧这些羽毛，小心我会过敏。我专注在自己的餐点上，我有一整篮好料，来看看吧。啊哈！哦，我的毛线。嗨，他在做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有想法了。不做我会后悔，这会是很棒的惊喜。我以为你不见了。那是什么？中招！哦，你最讨厌了，接招！我在哪？只是毛线呢，给我拿来。等等，有了。把香肠放进锅子里，戳进意大利面，把面整个推过去，让香肠在中间，然后放进一锅滚水里，等它煮熟，煮够久了，美味爆足的一餐，这我会吃。啊，要这样玩是吧？啊，这下就很针对了，请住手！绝望至极啊！哦，你还好吗？哦，到手就知道我有香肠，你肯定引以为傲。我要把一小条意大利面塞进香肠里，再把玉米压在意大利面上，沿着香肠做一整圈。我要用玉米盖住，只要花点时间，不过很值得。换面包上场，把它分成两半，再把香肠放进去，加上一点酱料。我喜欢吃辣，越辣越好。嗯，我现在就可以吃。你喜欢吗？换你们了。娃妈获胜，我同意。耶，你吃瘪吧。嗯，我觉得这里我会，科学真有趣。这不是要有趣，是该严肃以待。可以专心了吗？我在混合化学药剂，目前为止都好，似乎都很稳定。再来试点别的吧。你不能就说你要搅拌吗？你知道的，大家都会讲。嘿，那很漂亮哎。有了，等等，那个好像很有意思，我能加这个进去吗？嗯，好，我要来加咯。最惨又能怎么样吗？ Molly， 住手！放轻松，全在我掌控中。至少我希望是这样。我想会没事了，对吧？看起来不妙啊！你做了什么好事？哇哦，好酷哦！我是天才哎！我能控制天气。我想我们得离开这里，马上。可是，跑啊！我们东西都到哪去了？没了，我们一无所有了。啊，全都是你的错。我是觉得很难说确切要怪谁。嗯，好，这个算我头上，我们总有一天会释怀的。反正呢，我得打通电话。喂，我需要帮忙，谢了。你会喜欢的。你叫送货，东西放这里就行。小姐，没问题。这位置很完美。这应该不用多久，框架已经好了，这边还有床垫。哇，真谢谢你。是你应得的，随时候传。我还需要一条毯子，这样就完美了。然后加上枕头，好温馨的样子。还需要一些家具，开始有家的感觉了，看起来很赞。靠枕永远不嫌多。最后是情境灯光，我超爱的。
让我来瞧瞧，也太多粉红色了吧。这下我有想法了，我或许该装饰我那一边，不过资金有点紧。这可买不了什么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了。不知道我的股票现况如何？需要帮忙吗？对，你帮得了。有点诡异，洋芋片会辣哦。不用，我不要你的洋芋片。就知道你会这样讲。要是给你钱，你会走开吗？我想是不会。我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你知道我要什么？就这样了，我要命绝于此了。不，你是疯子！终于，我以为他会赖着不走。这个拿走，正好合我需求。那就开始装饰吧。床垫可以放这一边，不能放着不动它。我还需要床单，当然是黑的了，这样肯定超好睡的。还有什么啊？枕头看起来真舒适，再加上盆栽跟配件。乖狗狗，我需要储藏空间，书可以放这里，加这个墓碑会有家的感觉。棺材灯是不错的点缀，一定要读的书，我只要加些点缀收尾。骷髅头是一定要的，我还需要更多靠枕，看起来好放松哦。我觉得可以了，我喜欢的全都有了，而且黑暗又阴郁，就跟你一样，看起来好棒哦，你很有设计眼光啊。还少一样东西，得额外加点东西。Lizzy 在做什么？哇，真好看！我要把蓝色的布挂墙上，用图钉固定好位置，这样子跟黑色有个对比。还有呢，看着，蛮酷的吧？我也要。让我想想，也许能用这条毯子更来做点修改了，这肯定很好玩。我要剪下圆圈，看起来可爱又蓬松。我还要多做几个，我觉得应该够了。这个已经用不到了。快弄下来，我讨厌粉红色。抱歉，我还是继续好了。把蓬松的圆圈粘在床的侧边，这样能加点色彩，增添趣味。接下来要剪蝴蝶，人人都爱蝴蝶，这个能贴墙上，你也很爱吧？还可以，应该吧。请容我暂时退下，我还有妆要化。这正是我要的效果。我有时让自己也惊奇，你看看，你怎么做到的 ？Lizzy 的房间不能比较好，幸好我知道怎么办，只要用到我最爱的口红，是不是超赞的？总是让我人美，感觉也美。好，这样应该够了。亲亲，时间到。他在做什么？我不喜欢这事态发展。再几个，我好了，好美哦。男生肯定会很爱你。这让我想到，他现在要去哪里？哔哔，接过哦。这些花真是漂亮。你要嫉妒也行，要这样玩是不是？我有办法了。嘿，给我回来！哇哦，你要花吗？看看这些，超美的吧？花瓶是我自己做的。好漂亮哦！我们就承认自己做的很赞吧，不是我的风格，但不错了。谢了，我喜欢的全都有了。这里恐怖又诡异，让我想到我家。谁不想要一起床就看到吓人的娃娃？棺材灯我是不太确定了，不过你开心就好。我选的就稍微嗨一点了，反映出我的个性，跟我最惨烈的噩梦一样。但我了解你为什么喜欢，要是我们喜欢的一样，那就无聊了。几个掌吧。好，别跟人家讲哦。好哦。
美。Never. Ugh. 锁柜里拿个东西，我好想你，你的造型真美，毕竟你是我的娃娃，你是我的闺蜜，看看你金黄的秀发，哇！不，我的娃娃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嗨，你好吗？给我拿来！你这样很坏耶！你自找的，我得把娃娃捡起来。他们哪来的？他们刚刚……你还好吗？看起来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修。哇哦，这里真的很臭！啊哈，找到了！等等，这是香蕉皮，终于回到我身边了。你样子好恶哦！哦，是你啊！你看你把娃娃怎么了？我得把你清干净，这样行不通。你需要洗个澡。美容养护时间到了，你值得好好过日子，我知道你会喜欢的。好，把脏衣服脱掉吧，你不能穿这个。下水呢，加一点泡泡，这些薄荷糖正正好。哦，好像按摩浴缸，温度怎么样？你泡够久了，出来吧，来舒服的刷洗一番吧。我可以用牙刷跟碳牙膏，哇哦，真是脏兮兮，一定痒痒的吧？我好羡慕哦，这样会把尘垢都清干净，这还差不多。现在把你擦干，你可别感冒了。这样就干净了，不像某人。你知道我听得到吧？你别让可乐真的美美的，我的泡沫洁肤露很好，整个挤在你身上，像这样。洁肤刷可以上场了，之后肌肤会焕发光彩。我来试一下，很柔软呢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俩实在很赞吧？苦差事就交给刷子，速度真是快。可以把你擦干了，好了，搞定。而且你好香哦。你需要帮忙吗？哦，好主意，该来敷面膜了，舒舒服服躺好。我要把牙膏挤在碗里，加上亮粉，搅一搅，把它混合。我要拌成膏状，用刷子涂上去，这样应该够了。我自己的不能忘了，当美容师很辛苦的。现在能放松了，看起来确实不错，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这头发得下点功夫。换个新颜色好吗？我们得先把你盖起来，先用胶带缠住你。你听过海带卷，这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虽然可能比较黏一点。让我回想到上次万圣节的变装。把这个放你脸上，我们应该来找点乐子。嘿，这边啦。Molly， 你当真？你得再努力一点。哦，我以为这样可以。待会儿整治它，先帮你染发吧。别动，金发造型不适合你。这个比较搭，你一定会爱的，相信我，黑发好多了，可以拿掉胶带了，大家为此花大把钞票呢。唉，真是天堂，肌肤感觉好滑顺。嘿，小心点吧，把它关掉好吗？别吹了啦。等等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把这个弄掉了。等等，我应该能用这个彩色纸。我需要两碗温水，我从粉红纸开始，把它放进碗里，纸会把水染色，好鲜艳的粉红色。面膜可以拿掉了，我要把你头发泡进水里，我希望你会憋气哦。
这是很棒的染发剂，然后是蓝色，只要把发尾粘进去就好，看起来真棒，差别真大。你觉得呢？还可以，应该吧。你是哪一国的？这套服装好可爱，真的衬托出你的头发哎！你会是史上最美的娃娃。哦，你看那个，请坐，别害羞。Oh my god， 我好像卡通里的公主，随时欢迎哦。我有个妙点子了，只要用到数学功课，其实是资料夹啦，考卷拿掉就好，反正我应该会拿哟。发挥创意的时刻到喽。蝴蝶给了我灵感，我要来捕捉它的美。我要在塑胶上画一堆翅膀，就像这样，然后加上细节。我要把翅膀分区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！把它裁下来。我接下来需要一瓶指甲油，我要用有银色亮粉的，用它帮翅膀上色。我不想画每个区块。好了之后，我还需要镜面亮片，把它们撒在指甲油上。我用粉红跟银色。现在要把多的吹掉，留下很棒的效果。翅膀可以粘在娃娃衣服上了。哇哦，你看起来像魔幻精灵，真希望我也有这种礼服，好美哦。哈，我是做不出那种东西的吧，反正我也不想太多粉红色了。可是你不能穿这些，看来时尚设计要进我的才华清单了。我要从黑布上剪个圆，接下来把鞋带粘在边缘，真简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天衣无缝，不过还需要腰带，请让我来。如何？你这样好，时髦。女生都需要黑色小礼服。嗯，我们得帮你做发型，请坐。辫子应该会适合你，不会有多难吧？我练习很多遍了。我需要用发圈固定，这个造型很好，就跟照镜子一样。哎呀，这些运动鞋命运也太坎坷，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？让我想想，一定有什么我能用的吧。嗯，我来看看哦。啊哈，这个就行了，我只要拿。等等，你在干嘛？你想都别想，我认真的，我没时间搞这个。谁把呕吐袋拿给我？喂，我需要指甲油，就在那边。对，拿一瓶，拜托，快点，谢了。你的调情技巧还得练练，光看都觉得丢脸。反正好，我自动拿，来改造运动鞋吧。指甲油会让它闪闪亮，每个位置都别错过，干了以后就可以穿。哇哦，你该去走伸展台，你穿真好看。我穿也是啦，就跟照镜子一样。你知道颜色不只有黑色吧？但我们得帮你弄双鞋子。我们该怎么办？等等，有了，我可以用这些棉花糖，有点别出心裁，但我有信心用吹风机把它融化。好，真烫，这样应该能加速，味道真香。再加点食用色素，不需要很多，然后混在一起，这完全是我的菜。好粘稠哦。把它倒在桌子上，我要把它擀成薄片，就像这样，再用模板切出三个造型，质感很柔韧。我可以把它捏成靴子型，再加上细节，这样应该好了，看起来柔美又舒适。哇哦，我刮目相看呢，你超美的，让我引以为傲。来嘛，我们做得很好。好，可是不能讲出去。我们变闺蜜了吗？没，一点也没。但娃娃们是，我们该约时间玩，显然是为他们。居然做那种事，有个丢脸的。其实蛮酷的，好像有超能力一样。你是劲风女，你牙齿像有东西。哦，应该是午餐。已经好了吗？方向对了，可是没有。我有办法了，上网采购一下就好。哇，还真快。哦，好刺激哦。你居然送我甜甜圈。
我会给他一次机会，来吧。哦，痒痒的，我有点喜欢。牙齿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，好莱坞级的笑容哎！哦 ，Jeff 来了，尽量别把我吹走。哼，好会心哦。不用理他了。我做错了什么啊 ？Milly， 等等，听我说，你已经很完美了。我才不是，你看我，我满脸痘痘，丑死了。我绝对交不到男朋友了，真不想看他这样哎，实在很讨厌哎。够了，挤痘痘时间到，我不能放任你挤。练。抱歉，我有个点子。什么？这个会顾及你想挤的需求，你可以挤爆这些痘痘。哦，好像很有趣，我来挤这颗看看。哎呀，好恶哦，又好上瘾哦。哦，这颗很大，我停不下来哎。我还有东西要给你，让我把你眼睛拿下来，撕下一张痘痘贴，这个会遮住痘痘，让它们快点愈合，而且还是透明的，意思就是你可以化妆遮住。等着吧，这样应该够久了，痘痘消失了，就跟变魔术一样。我们不需要这些了，你看看。哇哦，这是我吗？皮肤焕发光泽哎 ，Liam， 谢谢。我得去化妆了。啊 ，Lizzie， 你没看到对吧？希望你没看到。得化妆了，我想要美美的。当美妆顾问会肚子饿的，虽然我一口也吃不下了。你好了没？你觉得嘞？你做了什么好事？别尖叫了！好恐怖哦！有那么糟哦？我蛮喜欢的。我噩梦会做很久哎。等等，我应该可以用这个。你开玩笑吧，脏叉子！给你化妆用的。好。感觉很奇怪，我要把粉底放在叉子中间，这样会有条细线。再用比较浅色的粉底，看来没什么，还没。我得把它们推匀，从鼻梁侧边开始，看起来好自然哦。汤匙可以用来画眼影，轻轻举在眼睛上，刷上化妆品，稍微加点力道，创造出加深线条。哇哦，差别真大哎，我觉得很厉害，看起来如何？哇哦！你好美啊，这是我想要的反应，我敲嘞。 Liam， 你还好吗？啊，你盯着我看。对，这些我拿走，我应该有平淡带过吧。你有说什么吗？有的时候呢，一切都会变得有一点乏味儿，但是这是有办法解决的，只要一点美妆技巧就可以了。哇哦，我真是美爆了呢！哎，还真是进步不少哦。
我能帮你吗？啊，派对是吧？瞧瞧我们拿到的是什么？变装派对工具，最好快点来开始准备了。来吧，坚实的底妆呢，可是变装的关键哦。可恶，根本就没变呢，我看起来完全一样嘛。好，连休息一下都无法，可不能这样子去变装派对。若是能够搭配这些颜色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你可以把色铅笔给变成化妆品呢。是的，把它们给包在里面，又赞又柔软呢。开始染色吧，颜色渲染得很顺呢。接着粉色，想加多少颜色就加多少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快好了，我有整个彩虹呢。尾端来个飞翼吧。哎，不要忘了双眼要一致，你觉得呢？很妙吧这一招。接着只剩下服装咯。这里彩虹风啊，宝贝。好，我们来为派对准备吧。这里应该有能用的吧。好，我的东西都没用了。不行，还要再更惨。我怎么会有这个？哎呀，嘿，糟糕，你是怎么？别吓到啊，这里肯定有能用的。渔网袜？怎么会？得跳出框架思考啊。好哦，还有个重要步骤，渔网袜呢可以有尺度效应，在脸颊上面使用蓝色，嘴唇上面使用紫色。脱掉裤袜，感受一下神奇的效果吧。啊，这样可好多了嘛。准备好要去配对了吗？上吧，来吧。这个地方超赞的。好哦，化妆品最棒了，是吧？大家都在看我们呢，连 DJ 也是哦。他可真帅呀，真该天天这样打扮才对的。哦，这是哪儿啊？啊，我来按书呆子这个好了。嗯，怎么没用啊？坏了吗？真是奇怪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哇，我看起来超棒的，这很适合我哎。哇哦，原来是做梦哦，我还是个书呆子，讨厌。哇哦，这本杂志里的每个人都好迷人哦，他们真幸运，要是我也那么时尚就好了。真有趣。不会吧，小姐，你那眉毛需要弄一下吧，拿个拔毛镊子修一下吧。杂志里的人是在侮辱我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真的有这么糟吗？嗯，或许我真的该处理一下，但要怎么弄呢？我又没有镊子。对了，我的铅笔盒，或许里面有东西可以用。胶水？不行。哦，有眉刷，但还是不行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得去血拼一下了。哇哦，好多东西哦，这边肯定有镊子，在哪呢？啊哈！哇哦，好多选择哦。哦，这个应该可以哦，这个应该会很好用，马上就会有两条眉毛了，万岁！我要买这个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……哇哦！这样够吗？不够，这个要50块呢。镊子原来这么贵啊，那我可买不起。嘿，也许我可以帮忙啊，其实可以用钱币来拔眉毛哦。相信我。好吧，但是会痛吗？只有一个办法知道了，把钱币夹起来，把眉毛拔掉，乱七八糟的毛发一下子就拔出来了。还好店里有吸尘器，应该好了。你自己看吧。哇哦，太神奇了，谢谢你。
没问题。快要好了，好了，妈妈说头发要好好照顾。这痘痘也太大了吧？不，不能挤它。也许可以轻轻挤一下。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。让我把这团东西擦干净。天哪，超黏的哎！看起来好多了，该睡觉喽。啊，好舒服哦。睡得真好，怎么那么模糊啊？我的眼镜呢？好多了，不，不妙，我满脸都是痘痘！啊！什么声音啊，亲爱的？天哪，我的意思是，早安，亲爱的。我看起来恐怖死了。没关系，应该有办法的。你只需要一点化妆品，别担心，通常只需要一点遮瑕膏就可以盖住了。你觉得会有用吗？不行。才不要呢！继续找一找吧。哦，这应该可以。那是什么？这是痘痘贴，它们很好用呢。撕下来贴在痘痘上。还好我们有很多个，全都用得着。就这样吗？放松点，还没弄完呢。好了，可以撕下来了。它们可以让痘痘消失。拜拜，青春痘。你看，哇哦，这是什么魔法啊？太神奇了，谢谢妈妈。没问题，亲爱的。我爱你。好多烤面包机哦。啊，那什么？哦，我的闹钟。啊，再睡五分钟。好了，该出门上学了。今天一定超精彩的。不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好啊，来准备一下吧。好了，干净又漂亮的脸。等一下哦，管他的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用手指梳头吧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来看看该戴哪副眼镜，蓝色这副如何？还是走哈利波特风格？好，就这个。衬衫呢？全白的还是点点的？全白的吧，看起来肯定不错。为什么要这么早上学？等一下，不不不，我的鼻子上有颗大痘痘哎。好的，这个应该可以消灭它。等待的时候顺便刷个牙，要抚平毛孔和皮肤才行，真好玩。现在来上睫毛膏，99、100，头也梳好了。来选衣服吧。这件如何？红裙子配粉衬衫，他们配吗？应该可以。正中红心，看起来可爱极了。早啊，准备好去上学了吗？我好了，让我确认一下书都带了。下课肯定得补一下妆，马克笔最好全部都带，画画课可能会要用。这个吹风机怎么塞不进去啊？完全不行。还有什么啊？笔记本吗？不用了，肯定不会需要。好了，准备好出发了吗？我们走吧。我的天哪，毛克利真的要离开森林吗？不会吧，他真的要走哎！我的天哪，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。我需要喝点东西。哇，这本书真棒哎！等等，脸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天哪，超多痘痘的，好像麻子脸一样。不能再置之不理了，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先试试看挤破它们好了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感觉有人皮肤护理出了问题啊。你在干嘛？住手啊！不，别挤啊，这只会让一切更糟的。还好你有我这样的朋友，让我帮你吧。那是什么啊？要怎么用啊？你在我脸上贴贴纸吗？没错，是专治痘痘的药，可以消灭冒出来的白头。相信我吧，来，所有有痘痘的地方都要贴。认真的吗？你整张脸都贴满贴纸吗？没错，这样的皮肤就会光滑美丽了，感觉好像自己是幼儿美劳课本一样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撕掉了吧？
不不不，得贴大概4个小时。4个小时？真的假的？印表机在罢工。嘿，醒醒啊！你的计时器只剩下几秒钟了。好了，来撕掉它们吧。第一个看起来不错哦，你肯定不会相信这结果的。耶，我说的没错，快把镜子给我，让我看看。哇哦，真的耶，我的皮肤看起来好多了。耶，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怪不得长那么多痘痘。今天游泳真好玩，该来洗澡咯。当然一定要用洗发精啦。哦，超舒服的，好像迷你头部按摩一样，要深入发根才行。哈，有点不对劲，我的头发，我美丽的头发，我变秃头了。哦，背好痒却抓不到，讨厌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嘿，你可以帮我抓一下后背吗？什么？好吧，随便。哦，对，就是那里，就那，就那，别停哦，天堂般的享受，至少有人在享福。哦，看起来很棒哎。嘿，竟然你有两只手，开始吧。你们两个超怪的。哦，真是舒服。我需要交新的朋友，真不敢相信我沦落成这样。下面一点，就那儿。嗯，我有个好主意了。好哦，请把糖果拿出来，到你了。谢谢，现在转身吗？多少糖果都值得。下一个。啊，这点子真是天下无敌。现在我可以去考试了，答案就在我的指尖。镇定一点，才不会有人怀疑。从来没有对考试那么开心过，这一次肯定考 A 了。哦不，这次死定了，救命啊！啊哈，我正好需要这个。嘿，怎样？可以帮帮忙吗？用手帮我一把。好吧，就帮一下吧。你看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快一点啦！嘿，这边这边，认真吗？小心点，你弄痛我了。等一下，拇指还要再看一下。超好了耶！考试结束了吗？但我还没有写完，完蛋了，我需要多一点时间，写快一点可能可以。矫正的同学们，但我不公平了。这个游戏真好玩，好极了，会是谁啊？偷偷看一下，嗯，哦不，我和他有约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或许他没有看到我，我得化妆才行。快，别慌，该用什么呢？先从粉底开始吧，只要一点点就好。为什么涂不上去？很烦呢，好多了。接下来是睫毛膏，慢慢来。我没时间了啦。还好我很喜欢他，实在是等够久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再等一下，快点。我的唇膏呢？这颜色真漂亮，涂得到就好了。一定是坏了。我知道了，用我的指甲，有用哦。现在嘴唇可以轻轻了，我好了。嘿，帅哥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再漂亮一点。我怎么会和一个小丑约会啊？我好兴奋哦。还有花，你真是客气。希望没人看到我们。寿司我最爱了，筷子准备好了吗？好好吃哦，得多吃几个，太好吃了。嘿，留一点给我。
哇哦，他吃超快的，慢一点啦，我们不是应该分着吃吗？筷子应该不是很难用啊。或许该不对。那这样呢？哦，他还在吃，马上就被他吃完了啦。我们应该常常叫这个哎。筷子，筷子，你合作一点啦。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终于。慢慢来，快到了，差一点。哦，都是你们啦。哦，等等，我有办法了。现在你们都是我的，用指甲擦寿司就可以了。看手指食物，这寿司真好吃。嘿，寿司怎么都吃光了？那有点恶心哎，我才不管呢，饿死了。啊，考卷已经改了吗？哦不！啊，哇，搞什么鬼？啊，哈哈，没错，是我宝贝。哈哈，大家都知道我最棒了。讨厌。梳子被头发卡住了，哇哦，转盘在转呢。哦，看来他停在新娘那一格呢。哦，还不错哦。对了，我肯定会赢的。随便你怎么说。没错，光这样就美呆了，最美的新娘子。好啊，我该开始了。这边有个唇彩，它会有一点亮晶晶的效果。先来涂在嘴唇上。我的天哪，他在用唇彩吗？真不专业。我会用这个深红色。婚纱挡住了。好啊，好多了。好了，唇彩涂好了。他在做什么啊？天哪，他牙齿上都是口红，真是恐怖。不过那就留给他去烦恼吧。来，把我的彩妆盒拿出来。真爱这些颜色，我想要一个自然一点的新娘妆。真不敢相信还有那么多种颜色。算了，随便了，我也有彩妆盒，颜色不多，但我根本不需要。好啊，拿个海绵来，用它来上妆，蓝色最美了。哦，对啊，我的眼镜。搞什么？这些蓝色的粉末是哪来的？烦呢，蓝色粉，你快点到我脸上吧。搞得我脸上也有蓝色。等一下，这倒是给了我一个主意。没错，我要更多蓝色。先像这样，在皮肤上涂上浅蓝色，整张脸都要涂。哦，开始干了呢，好极了。现在到脖子，不光是脖子和喉咙，还要涂肩膀。好啊，现在全部都涂上蓝色了。接下来要其他颜色，眼角要用这个紫一点的颜色，而且不只是上面，下面也要。接着要在鼻尖上画两条线。好极了，现在换黑色，涂在紫色旁边。现在要换一支细的笔，用它来在眼睛下方画一些长长的睫毛，然后鼻子上也还要再涂一点黑色，还要涂在鼻孔里面。好了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来换另外一支刷子和化妆品，还是要黑色，轻轻在脸颊上印几下，然后额头上也要。好了，嘴巴旁边和下巴也要来一点，再用细笔画一些线。在所有刚才涂了黑色的地方都要画线。好了，现在画嘴唇，我需要用这支唇笔，要把刚刚被蓝色遮住的边边重新画清楚。不过不用涂整个嘴唇，只要涂外框就好了。好了，可以上口红了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接下来要什么？假睫毛。化妆的部分完成了，要来弄头发了。很好，美丽又恐怖的歌德式新娘。我有一支黑玫瑰给你。啊，什么？我的天哪，我不敢看，但必须要看。啊，那边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古老陌生人，救命啊。我的天哪，他真是好骗。好吧，帮他冷静一下吧。嘿，别叫了，只是我化的妆啦。哦天哪，你很坏耶，吓死我了。真不敢相信你会化那样的新娘妆，真是个怪胎。讨厌，梳子被头发卡住了。哇哦，转盘在转呢。哦，看来他停在新娘那一格呢。哦，还不错哦。对了，我肯定会赢的。随便你怎么说。没错，光这样就美呆了，最美的新娘子。好啊，我该开始了。这边有个唇彩，它
它会有一点亮晶晶的效果。先来涂在嘴唇上。我的天哪，他在用唇彩吗？真不专业。我会用这个深红色。婚纱挡住了。好啊，好多了。好了，唇彩涂好了。他在做什么？天哪，他牙齿上都是口红，真是恐怖。不过那就留给他去烦恼吧。来，把我的彩妆盒拿出来。真爱这些颜色，我想要一个自然一点的新娘妆。真不敢相信它有那么多种颜色。算了，随便了，我也有彩妆盒，颜色不多，但我根本不需要。好啊，拿个海绵来，用它来上妆，蓝色最美了。哦，对啊，我的眼镜。搞什么？这些蓝色的粉末是哪来的？烦呢，蓝色粉，你快点到我脸上吧。搞得我脸上也有蓝色。等一下，这倒是给了我一个主意。没错，我要更多蓝色。先像这样，在皮肤上涂上浅蓝色，整张脸都要涂。哦，开始干了呢，好极了。现在到脖子，不光是脖子和喉咙，还要涂肩膀。好啊，现在全部都涂上蓝色了。接下来要其他颜色，眼角要用这个紫一点的颜色，而且不只是上面，下面也要。接着要在鼻尖上画两条线。好极了，现在换黑色，涂在紫色旁边。现在要换一支细的笔，用它来在眼睛下方画一些长长的睫毛，然后鼻子上也还要再涂一点黑色，还要涂在鼻孔里面。好了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来换另外一支刷子和化妆品，还是要黑色，轻轻在脸颊上印几下，然后额头上也要。好了，嘴巴旁边和下巴也要来一点，再用细笔画一些线。在所有刚才涂了黑色的地方都要画线。好了，现在画嘴唇，我需要用这支唇笔，要把刚刚被蓝色遮住的边边重新画清楚。不过不用涂整个嘴唇，只要涂外框就好了。好了，可以上口红了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接下来要什么？假睫毛。化妆的部分完成了，要来弄头发了。很好，美丽又恐怖的歌德式新娘。我有一支黑玫瑰给你。啊，什么？我的天哪，我不敢看，但必须要看。啊，那边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古老陌生人，救命啊。我的天哪，他真是好骗。好吧，帮他冷静一下吧。嘿，别叫了，只是我化的妆啦。哦天哪，你很坏耶，吓死我了。真不敢相信你会化那样的新娘妆，真是个怪胎。好的，要来考试了。考试？家事还没准备好呢。哦，家事还是别吃零食了，还好家事有备而来。家事藏了小抄，家事一定考很高分的。为什么家事写答案写那么快啊？哦，原来有小抄。家事知道怎么做啦，家事的手可以解决问题。祝你好运啊，家事手。啊，有钱僵尸的手为什么在这？哦，要买小抄吗？没问题，僵尸觉得钱比考高分好多了。再见喽，有钱僵尸的手。太好了，僵尸现在有小抄了，现在考试肯定会高分了。僵尸该拍影片了。Hello， 各位僵尸粉，僵尸今天要煮东西。僵尸有个新鲜的大脑。僵尸需要用钞票和剪刀。僵尸会用钞票碎片来装饰大脑。下一步要用黄金条和乳酪刨丝器。僵尸还需要眼珠子，又弹性又好玩。叉子来啦，僵尸可以开动吃大脑了。Yes， 僵尸抓到老鼠了。嗯，僵尸还找到蜘蛛。垃圾有什么呢？哇哦，钱呢？僵尸肯定要拿。垃圾还有什么？麦片，还需要一些虫子，好吃哦。僵尸的盘中物充满蛋白质哦。来把虫子加到老鼠上，麦片就加在蜘蛛上。没错，
虫子把麦片吃完了，虫子比麦片好吃多了。啊，什么那么臭？哦不，是僵尸有臭味，僵尸需要找东西弄一下，垃圾里应该有东西用。哦不，僵尸被垃圾袋卡住了。太好了，僵尸找到有用的东西了。厕所喷雾机会让僵尸香一点，啊，好多了。僵尸准备好去上学了。嗯，僵尸需要找香水来用。哦，僵尸不喜欢总是用一样的香水，僵尸立马要一瓶好一点的。咳咳，小姐，你的快递。僵尸的新香水来了。好多了啊！什么味道？僵尸肯定能够找出来。哦，是穷僵尸身上的味道。哦，有钱僵尸在干嘛？啊，穷僵尸的香水品味真是不错。可以和僵尸交换香水吗？拜托。哦，当然，僵尸很高兴可以交换。耶、yeah, ！僵尸拿到最棒的香水了。等等，这不是香水，是喷马桶的。僵尸现在闻起来像厕所了。僵尸口渴，可以用牙齿打开汽水瓶。哦不，僵尸把汽水打翻到夹克上了。哦，僵尸很生气，僵尸想要大声尖叫。现在僵尸得把夹克脱掉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僵尸为什么看不到？哦，僵尸找到一件好夹克呢。僵尸觉得很烦，需要一件新夹克。小姐来啦，给您更换的衣服。终于，现在僵尸可以换件好一点的衣服。僵尸对时尚可是充满热情的。金色这件最棒，僵尸现在比之前还好看咯。僵尸这次会确保不会把可乐洒出来了。僵尸的新夹克太酷了，僵尸好美丽。就算从后面看，僵尸都很时尚。僵尸今天真是幸运。啊！我的储物柜有个人。哎，鬼叫什么？僵尸在睡觉哎。看来僵尸该睡觉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僵尸总是那么吓人。我的妈呀，为什么总是有僵尸到处走？但嘿，就这样才多人看嘛。有个棺材，僵尸可以睡觉了。哦，僵尸要小玩偶陪我睡，又软又好摸，僵尸最喜欢独角兽了。嗯，僵尸该起床咯。僵尸最爱美丽的早晨了。哦，僵尸早上喜欢喝美味的果汁。嗯，鲜血果汁最好喝了。僵尸得来换衣服喽。僵尸看起来很棒呢，时尚女王。僵尸可以吃零食，超兴奋的。从眼珠子开始吧。哦，什么东西那么臭啊？好哦，僵尸找到零食了，刚好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哦，臭僵尸吃了零食真的超恶的，我要走了。哟，这边没有臭味了，臭僵尸真的很恶心。才懒得理有钱僵尸在想什么呢。僵尸可以吃零食，超兴奋的。从眼珠子开始吧。哦，什么东西那么臭啊？好哦，僵尸找到零食了，刚好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哦，臭僵尸吃了零食真的超恶的，我要走了。哟，这边没有臭味了，臭僵尸真的很恶心。
才懒得理有钱僵尸在想什么呢。嗯，似乎我得装饰蛋糕，必须的黑色糖霜在手，开始吧。这应该不会太难完成，就沿着蛋糕继续做这类动作。完成一圈后，来画线条，在正中间，然后另一个方向也来一条，接着来画对角线。这还真意外的简单，这边好了后，可以画较小的线了。小圆圈看起来会像蜘蛛网，蜘蛛网画完了，接着来添加边界，这也很简单，只需要画小漩涡就好。沿着蛋糕边边继续，黑色糖霜用完了，也就是说该用黑色饼干了，把它们弄碎撒在蛋糕上，得确保它们看起来也很棒，但这蛋糕还不够黑，所以要用这可食用黑色喷漆。哦，伊妮来了。嗯，这蛋糕还真怪，又黑暗又悲催，但我知道怎么解决，来点缤纷棉花糖，把它们放满蛋糕顶层，真可爱。但还需要点什么？比如缤纷糖果、彩虹满天星。耶，至少让一半的蛋糕变得欢乐点了，毕竟蛋糕就是要快乐的色彩才好。伊妮，你毁了我的蛋糕。嘿，该说我把它变好才是。给我住手，没必要为蛋糕装饰开打。你和你，看来你们需要点更有挑战性的事做。哇哦，似乎他给了我们一个挑战。是的，这是蛋糕装饰挑战。Hello， 你觉得我的裙子如何？有荷叶边呢。不错吧？我想，不错。你就只有这句话？嗯，好吧，来进行挑战吧。嗯，裙子挑战。哦，棉花糖，真是个好开头。这些色彩蓬蓬糖真讨厌，我得来点符合我风格的。我有智能塑形的黑色翻糖，先把它塑成裙子型。基底好了后，来好好塑形吧。木签真有用。接着换个颜色，已经塑成我需要的形状了。拿出刀子来割，我不需要这么多。那这样就行，我可以开始塑形了。沿着底部这样做，接着拿出我之前做的黑色裙子形状，然后需要翻糖来当折边，然后另外一块放这，这就像是在做纹路呢，加点纽扣和纹理到织物上，成果真不错。接着来点白色翻糖，擀一擀，让它变更大更薄。接着拿出刀和雕刻和剪裁，这石材有点难处理，得把它按好。那我帮裙子做了个白色领子，继续肤色翻糖，得把它搓成形，再搓成圆柱，再次拿出小刀做个手臂和有手指的手，接着在手臂上加个袖子和一条白色来当袖口，把手臂接到身体上，让手臂交叉，这样肯定好看。这头不是我做的，是从娃娃上偷下来的，跟我来，娃娃，该把你放上蛋糕了，它完整了。接着来放恐怖棉花糖，至少我能用叉的，这部分我超爱，得把棉花糖整个插满。嗯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对，好，看我拿出黑色可食用喷漆。穿着裙子还真痛苦，这袖子真不舒服。啦啦啦啦啦，该做啥好？朝着选择的，得让周围环境启发我的艺术。这薄纱卡在我爪子上了，真挫折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停吧。啥鬼？我爪上怎么会有这个？时间到，来看作品了。这是我的裙子蛋糕，没有预期的黑暗。如你所见，我照规定用了棉花糖。我在想什么？穿裙子可不能戴眼镜。我看看你做了啥哦。对耶，我得戴眼镜才能看得到。天哪，真棒！它是不是超可爱的？它才不可爱，它可是黑暗化身。我有热可可。哦，抱歉，但不行。星期三获胜。那还用说？当然了。
你的裙子蛋糕很棒，这让我超开心的。哇哦！哦耶！瞧我疯狂拍打！等等，傻鬼，老鼠！这娱乐真崩溃。哦。有要继续下个挑战吗？滚啊，脏老鼠！哦，好了，好啊，继续正式，就来一个老鼠主题吧。老鼠，认真吗？这是要我怎么做啊？这边是食材供应。哼，我有了。滚，你这没用的起司，我有更棒的。嗯，发霉蓝起司挥之不去的臭味。嗯哼。哎，你继续玩你的臭起司吧，我要来开工了。好哟，我有起司色翻糖，来开工喽！得好好捏一捏，让它变够软。接着用擀面棍擀一擀，得让这起司翻糖啦够薄。你做下一步，用这桶尖在软糖上裁出圆圈，完美小洞，把它拿出来。那继续用不同大小的桶尖做不同的洞，然后把这些圈放在起司上。哦，非常好。然后来挤些糖霜。沿着边边来个超细的线，然后圆圈边边也细，所有的圆圈，大的小的都要。耶！天哪，就像卡通起司呢。但还没完，还有更多得挤呢。用浅黄色来做些点点，接着画些线，得又美又直，所以慢慢来吧。这样应该行，这样有层次哦。嘿，成果真是太惊人的棒了。星期三又在用更多黑色和灰色了。哇哦，真惊讶，完成的这么快，因为你霸占了擀面棍啊。接着用黑色翻糖来包蓝起司，完成黑起司，献给虫子还有你。哦，给我试吃吗？我不客气了。那这我拿了。你做的蛋糕真漂亮，我咬一口啊。请吧。哦，天哪！哦不，是发霉起司。我讨厌恶作剧，星期三，给我滚出去！哎，星期三，等等见了，大概吧。那还真可怕。哦，你谁啊？星期三。哦，好啊。好啊。现在星期三回来了，可以继续了。他就只做这个，搅拌。啥味道啊？糟糕，烧焦了！不不不不不不，停啊！别烧了，怎么办？整越来越刺鼻了！天哪，整个弄得我要崩溃了！谭谭乐，这能帮我舒缓下来？嘿，等等，这谭谭乐是给你们的好主意，这我们可以，大厨女士。那我准备了蛋糕基底给你们。该用什么来结合谭谭乐呢？这手臂没用。我有骷髅头，有了，这些眼球正是我要的。耶，你就这样把眼球粘上蛋糕啊？就算是你还是超恶心。我要来点更有趣的，只需要些白巧克力和奶油，用这两个的混合物来填满细胶膜。这是半球形，很容易就能填满。接着下一步，使用色素来加几滴不同颜色，然后用牙签混一混，不需要混太好。这样谭谭乐才有漩涡色，我超爱这颜色，最后变这么鲜艳。所有颜色好了后，把它冻起来，那可以用了。只要把它们陈列放在蛋糕上，像彩虹谭谭乐，但能吃就是。这蠢货，哼，怎么就不行啊？哦，赞，更多谭谭乐，这应该行。我还是去散个步吧，再几个眼球就能做完蛋糕了。很好，正是我想要的。哇，这里真乱，是有人纵火啥的吗？好啊，让我看看蛋糕吧。那我的超缤纷，有超多能按的泡泡，举例而已。非常好，伊妮。哈，他喜欢那缤纷傻东西啊，得让他知道我怎么想。我的蛋糕可会看见你的灵魂。星期三，你好像有点超过了，知道吗？你们俩都做得很棒，耶！这次我们都赢了。唯一优胜者是骷髅头，他可没眼睛看你的蛋糕。随便你怎么说。
蓝色适合我吗？我行吗？我？哇哦，这些颜色哪来的？太多颜色了，我不喜欢，真讨厌。拍摄好，但这给了我一个点子。彩虹，不，我要吐了。他走了。嗯，彩虹，我当然没问题。他就因为彩虹让他想吐就走了。不去，我看到彩虹了，他们还逼我要做彩虹。我就从我最爱的缤纷班糖开始，把它们混合成我想要的颜色。看来就差不多好了。班糖超延展，很棒吧？拿来用超好玩的，我喜欢。好啊，我的颜色精选好了，只需要再塑个形就好。球球当然不行，要做成细长的线，毕竟这才是做彩虹的最佳方法。把它们拼在一起，然后塑成彩虹拱形。哼，瞧它看起来多可爱。用这利刀把尾端多的部分切掉，然后需要蛋糕。那这又好又高，超适合做彩虹蛋糕。哇哦，瞧那美丽的蛋糕有多高。好啊，我的彩虹好了，不是传统彩虹颜色，但这样我才爱。我把它放在蛋糕上哦。接着拿出不同的白色翻糖，因为要来做云了。只要简单用手指塑成我要的形就行。天哪，成果超可爱。得把它们放在好位置上。继续白色翻糖，把这个擀一擀，得弄好弄平来切出形状。刀子在手，仔细慢慢来哦，这样才平滑均匀。耶，我做了独角兽剪影，让它立体起来吧。加点细节就很不同了呢。画出头的轮廓后，整个都有形了。当然独角兽得有形才行。再一点点，然后进行下一步。可不能忘了画剩的下巴，还有又长又美的眼睫毛。最后是我的最爱，独角兽鬃毛，得很缤纷才行。可不能忘了最重要的，它的脚。再来点翻糖，还没完呢，这得够细。我有切饼干器能用，我按出了一堆星星，拿起来吧，很好，但得更美才行。来点缤纷的，可食用亮粉超好玩的，用金色来配翻糖的颜色，把它们粘在蛋糕侧面。这下面也来一个平衡的设计，瞧这些闪亮的星星，我超爱的。当然还有独角兽和彩虹，以及可爱的蓬松云朵。好啊，我的蛋糕正式完成了。哦，依妮，这蛋糕超美的。星期三，听好，我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。这眼镜能让你看不到颜色，看不到颜色，我试试。刚刚好，我觉得平静多了。谢谢你的护理啊，你彩虹就保重了。你回来了，还戴上了墨镜好。那里似乎怪怪的，但我就不管了。但似乎我得宣布谁赢，来看看啊！我选星期三，才怪！他蛋糕根本没做，当然是依宁获胜。耶！独角兽和彩虹万岁！啊，最后一个蛋糕要做啥好呢？有了，你们俩合作如何？我们认真吗？这就是挑战，合作做蛋糕吧。听起来不太简单哎。工具在手，我能开始了。你说的对，没必要哀嚎，直接来吧。反正彩色蜡笔用起来超好玩。我才不用颜色或蜡笔，铅笔就可以。你做你的，星期三，我要画杯子蛋糕。他们的方式还真不同啊，结果肯定会很有趣。好啊，我完成我想要的设计了。我也是，但我的比较缤纷，但现在应该大家都习惯了。接着从巧克力开始吧。哇，看起来真美味，但我要用鲜奶油开始。我需要这锅子和炉子，先把锅子加热来融化巧克力碎片，这样应该够。得一只脚，以免巧克力烧焦，这样应该够了。都融化了，可以起锅了。接着倒进碗里，其实这是矩形模具，让巧克力定型固定。把巧克力从模具里拿出来吧，得很小心，可不想弄坏它。那出来了，
我做了一个巧克力碗。闹伊尼，该你做了。谢啦，姐妹，我要用超多好料的装满这碗，比如我最爱的彩虹棉花糖，接着是收好的鲜奶油，把它挤在棉花糖上，我试吃一下哦。接着有花生的巧克力糖，放在鲜奶油上面，超缤纷的，整个看起来超美呢。好啊，这样应该够。星期三换你继续。趁你在做时，我做了另外一个半球。天哪，你把它整个封起来了。哦，他们似乎合作的挺好。星期三你拿打火机干嘛？要安全刺穿巧克力外壳，得把这线加热。炸弹准备好了，可以点燃了，随时都可能炸起来哦。来了，我超爱烟火的。耶，瞧它多缤纷，整个很欢庆的。等等，那不会爆炸吗？不 ，boom！ 啊，别又来了。幸好没发生什么，是挺好玩的。伊妮，餐具给你。谢啦，星期三，来开动吗？敲碎这巧克力壳真好玩。现在我能试试我做的巧克力球了。我也是。又滑又甜。然后是鲜奶油、糖果和棉花糖。你们展示了你们真的能合作呢，所以你们都赢了，恭喜。哦，对，你不爱宝宝，我都忘了。耶，粉红色，这还差不多。耶，应该要黑色。粉红黑色，粉红黑色。哇，好闪，是我们弄的吗？啊，我们好像把世界打破了。我们怎么在这？这确实很怪异。来看看有什么啊？我的是松饼材料。嘿，我也是。我应该知道让这个更棒的方法，只要好好摇一摇。好了，看看这些美味松饼，好蓬松，好粉红。该换我动手。鲜奶油配松饼最赞了。哦，这好好吃。看来换我了，只要学它摇一摇。哦，等不及要吃松饼了。搞什么鬼啊，也许要再多摇摇，这一次要特别用力摇。这样只是乱成一团。哇，你肯定哪里做错了。好，我只好再更用力摇。摇可能还不够，还要点什么？来吧，橡胶锤，帮我做松饼。嘿，你要帮我多摇一下吗？好，这次肯定可以了。耶，可以了，松饼，美味的黑色松饼。你看我有什么？你也来一点吗？来吧。我敢说那粉红糖浆铁定赞。我的要加一点，但是别太多。盖子，糟糕，我的黑蛋糕，真倒霉。Nick 小兄弟，你看我有什么？我把多的糖浆全吸掉。哈，似乎有用。啊，我的松饼，我是说黑蛋糕不见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肯定是我不好。抱歉，这个没了。来看下个是什么？寿司，耶，寿司最棒了。我的还是黑寿司，感觉很好吃。好，首先我需要筷子。我握得不错，准备好吃寿司哦。哦，掉了，再试一次。行了，没错，我是筷子达人。糟糕，换个握法就行，小事。小心，小心。糟，那个也掉地板了，该换老派搓搓法上场。我的寿司，我只想吃我的寿司。好，我冷静，我还剩一个。
你可以的 ，Nick， 我有信心。这一次感觉不错，夹到了再移进我的嘴巴。不，寿司，我来接住你。耶，你成功了，接得好 ，Nick。可是要换我了。我觉得我换个方法，把餐巾纸打开一点，再卷起来，再多卷一点，再像这样放在筷子中间，用橡皮筋帮忙收尾，绑好绑紧，好了，寿司时间到，好耶，沾酱，那就试试看吧，下水喽！哇，还真的很不错，你试试，小心小心，哎呦！好抱歉啊，哇，我们有巧克力喷泉哦，流动的巧克力看来真赞，这个一定不错，我有感觉，看拿到什么吧。什么？那是肉吗？我的是五香熏牛肉吗？我拿到黑莓，这些跟巧克力很搭，该来用巧克力喷泉咯，就是应该这样子，果然没错，巧克力很赞。我猜我可以是一个这种，嘿，哦，不行，别放那个进去，你那一盘跟喷泉不搭，它实在不公平，一定有什么我可以的。好，这样试试看。他开玩笑吗？觉得我看不到他？好，我得试试别招。只要小心绕过他肩膀。不行，这样也行不通。他分心了，机会来了。进巧克力去吧，肉肉。看看口味如何？哦耶，这巧克力好好吃哦！接到了，就到黑莓。你知道喷泉需要什么吗？更多肉。你做什么啊？别！肉盘来了。耶，看看这堆肉和巧克力。你的肉把喷泉塞住了，要爆了。哦，到处都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和肉，来，我帮你拿掉。谁知道肉会这样背叛我？哦，我闻得到什么东西？我不喜欢，直接打开看是什么吧。能多益，帅啦，来看你的吧。好吧，虽然我不想。哎，什么啊？鱼子酱还什么的？看来你有点倒霉，我要来开能多益啦！沾饼干时间，耶！这一坨能多益尺寸完美，浓醇榛果巧克力，好吃到我快受不了了！我还要，我需要全部的能多益，看起来好棒，我受不了了。为什么我不能吃？什么时候换我？换双管齐下，我看不下去，又移不开视线。能多益全吃掉，全部。糟糕，没了，全吃完了。空罐子哈，我来拿，我来倒点热茶进去，一路装到底。盖上盖子，该来摇一摇咯。好，摇够了。你怎么就变法国人了呢？我的能多益茶好喽，罐子还你，刚好最佳饮品。
我这一盘呢，我需要一点协助，就是得试试看。耶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好饿，我需要再一杯。最后一道，好，一块蛋糕。我拿到粉红面包草莓鲜奶油，那就开动吧。看这一层糖霜太赞了，我说谁需要餐具啊，我就直接赤手空拳吃了。耶、yeah, 好好吃，吃了还想再吃。嗯，该换我这盘了，这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只要东一点西一点调一下。那什么东西全砸我头上。好了，我的美食杰作。嗯，我头发有草莓。哦，草莓奶油三明治看起来美味又漂亮，该来开动咯。哦耶，这个正如我所愿，好好吃，看起来确实不错。我错了，一点也不好，糟透了，输在最后关头就差那一点。这派对肯定会很狂，亮点够多吗？我有更棒的想法，五彩纸屑好玩吧？啊，糟糕！哇哇，粉黑大挑战开始咯。这一次我先来，当当，这我从没有见过哎，但超美的，你有听到吗？挺不错的哦，我打不开哎，那我的嘞？哦，希望又冰又好喝。嗯，干杯，开动哦。嗯，超浓郁巧克力，来点实验如何呢？首先把饮料倒进去，倒满整个杯子。好诶，再加点粉巧克力屑。换你，布兰妮，但请容我动手，像这样。有两个咯，给你。好了吗？开喝吧。真美味，嗯。嘿，别喝光啊，得吸快点。谁会先喝完呢？快完了。想来硬的吗？来呀，哈！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打。吸管之极，哇！小心脚啊！我才不怕！哈！等等，那是海豚吗？来硬的吗？当然咯，哇，真简单！哇，这回合黑色赢了，耶，我赢咯。我要感谢的人超多哦，这真棒！你真懂女人的弱点，巨型巧克力棒是最棒的奖赏了。醒醒喽，克莱尔，这不是真的，干嘛叫醒我啊？你先吧，不，你先，你先，你先。哦，好吧。哇、哦，这不是真的虫吧？不是，裹着糖呢。哇哦，还真长哎，糖越多越好，不错哦。嗯，是甘草味，看我熟能生巧。赞呢，你盘中的是什么啊？哦，这超可爱的，
谁不爱小巨魔呢？我超爱，但要怎么？哦，里面是棒棒糖，统统是我的。嗯，哇哦，你的头发，再多吃一些，这超赞的。嗯，新鲜花朵，这感觉超棒的啦！小小一个，无限美好。嗯，我的糖果真无聊，除非我有个超华丽点子，看起来很像头发吧？瞧，耶，来装饰喽！哟呼呼，好耶！需要多少呢？继续，最后一个完成，喜欢吗？又甜又卷呢，随时就有零食吃喽。感觉真像摇滚明星哦！来吃个零食吧，糖果可源源不绝呢。嗯，真聪明，我也想要。哦，谢喽，真的超棒的。当然喽，我再拿几个啊，真是欲罢不能哎！这新发型超难抗拒，嗯，超好吃哦。我们好像吃太多了，怎么说呢？我的头发，会长回来的吧？可是那是假发啊。你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嗯，真不好意思。至少我的还行。好了吗？哦，酷哎！我的是可乐口味。开始吧，哦耶，开摇吧！这运动真累。好了，那我的呢？真的有用哎，超冰的。我的也是，在融化前先吃吗 ？Hello， 又冰又美味。那我的呢？开动！天哪，感觉真怪。天哪，超好吃的，超美味，真让我力量满满，整个超轻盈。啊，这在闹吗？好哦，真不可思议，我还能怎么来呢？嗯，这超棒的，有看到什么吗？要再更有趣点。哦，小心！让大家伙登场喽！格兰妮，别啊！啊，克莱尔，随便喽，真好玩！啊，我还活着吗？霸王龙啊！这真令人上瘾，我们简直好朋友呢！我的冰棒！整个融化了，所以力量都消失了吗？真扫兴！哼！剪刀石头布，我先来。哦，小爱心和缤纷巧克力，统统是我的。真美啊！嗯，味道真甜。用舔的比较快哦！哇哦，接着换我了。鱼子酱是鱼蛋对吧？从没试过呢。凡事都有第一次。开动吧！哦，真是黑亮黑亮的，味道肯定更赞。嗯。真好吃，真的，我可做过研究呢。哦，是吗？鱼子酱加点水就变成鱼了哦。嗯，毕竟是蛋嘛，来试试吧。我拿水来了，这应该够吧？加一匙鱼子酱进去吧，小家伙，有动静了吗？等等就知道了，有动静了。
加点粉色吧。哇，变大了耶！再多加点呢，还很喜欢呢。实验真成功。鱼嘞？糟糕，别怕，渔夫克莱尔来了。陪阿公钓鱼的日子可不是白来的。丢得不错哎，我钓到了。哦、这不是鱼耶，但也还行。退后，腾出点空间。我看到了，把它抓起来吧。克莱尔，你的钩子，哦，不停的转啊转啊，嗯，看起来很美味。汉堡看起来好多汁，那这个蛋糕呢 ？Miles， 哦嘿，粉色蛋糕，讨厌。汉堡比较是我的菜。等着，看来确实不错。不，你不会想要的，吃吃蛋糕吧。啊，是你，你想什么？别逼我过去那边啊！嘿，不要打架，你有大麻烦了。住手！你们两个都有点烦人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多吃一点，耶！哦，你看这地方，也许不会多糟啊，等着看吧。好，先什么呢？看看答案吧。汉堡，正是我想要的。你看看，我觉得恋爱了，我要好好享受了。哦耶，这真的好好吃啊！你脸上有东西啊？等一下哦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我有汉堡要吃。啊，你吃完了？吮指回味乐无穷，真的好吃。你有没有嚼食物啊？好吧，轮到我了。我应该怎么拿呢？我知道了，只要一张纸巾就行。把纸巾放在汉堡上面，然后盖上盒子。现在可以翻过来了。重新把箱子打开。你手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知道汉堡会冷掉吧？嘘，我得专心。我要把纸巾包括汉堡，然后就能拿出盒子了。效果完美，不会乱七八糟。等等，少了个东西。啊？又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盯着我看？我没有任何酱料，我需要有东西加汉堡。交给我吧，你会喜欢这个的。怎么一回事？继续看下去。我应该要赞叹佩服吗？好了。哎，你好，我听说你在寻找美味的东西。等等，为什么我觉得赤裸裸的？别看着我。啊，我就在找这个。啊，感觉好多了。哦，你是厨师？我以为……算了。我需要你的特餐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开始吧。我有一碗美乃滋。别担心，他才刚刚开始。嘘，还有别的，相信我，我很专业。这款酱会让你大开眼界。我需要一点点番茄酱，增添一点刺激风味。哦耶！他就像一位艺术家，自由风。他知道自己在干嘛吧？兄弟，那个碗，你在讲什么？对，我最好提高准度，这以前从没发生过的，这样有点尴尬。我猜我就把它挤进去，开心了吗？烹饪是一门表演艺术，你在干扰我的创意，最好把它混合了。不要问我这是汤匙放哪了，应该不用很久，就跟做运动一样。你们自己聊聊啊，这很快就好了。我想就是这样了，你的酱汁，小姐，你的味蕾会欢欣鼓舞。请用吧，好吃，谢谢。但是至少我有酱汁了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改变心意了。你开我玩笑吗？好，我来试试看。
能有多糟吗？嗯，蛮不错的，你得给我食谱。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？来看答案吧。哦，洋芋片，给我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打不开哎。我先来。等等，我有个主意，我要从包包里拿个东西啊，在这里。我手边随时有剪刀，你永远不知道何时用得到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看洋芋片，不是很明显吗？我讨厌手沾到洋芋片的碎屑，所以我做了夹子，蛮聪明的吧？看起来很棒。嗯，美味，好酥脆。那是什么？是地震吗？我跟你杠上了，接招！这是你自己的错。听起来不妙。哎，谁管啊？现在可以撕开了，全都是我的。哇哦，看起来很美味。嘿 ，Julie， 你看这个。继续，我很好奇。我希望这个很特别，我有特殊食材，这是家族老配方，我要把它倒进薯条里。你看这颜色，嗯，这会增添风味。应该可以了，我今天摘的新鲜货。我有切好的番茄和一大堆乳酪丝，稍微撒一点，越来越美妙了。我口水直流哎，这真是杰作。但还少了点东西，让我想想。啊，有了，我可以来一片吗？嗯，好啊，请用吗？骗到你了，别碰，留一点给我。祝你下次好运，这些碎屑撒上面，这是我最棒的创作，我全都要。等等，我的礼貌哪去了？我要尝一小口。嗯，美味极了。他全都拿走了，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。你打算分享吗？嗯，不要。食物的颜色不重要，黑色、粉红色，我们不在乎，唯一重要的是美味。我们希望你胃口大开，而且渴望来点乐趣。我们即将送上精彩娱乐，该进行食物挑战喽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上吧。口香糖，看起来真不错。哇哦，你看看，好大哦！而且看起来很好吃。嗯，好吃。等一下。哈？怎么了？口香糖比赛？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我不能输。我下巴开始痛了，这东西有多长啊？必须继续进行，杀无赦。我状态正好，我看到尾巴了，我要赢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们等着看。连想都不要想。不是表面上那样。呵呵，这太简单了，我最棒。嘿，你看这个，我觉得你会喜欢，我要把这些绑在一起。那边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有意思。哈啦，很可爱吧？哦，我感动在心里。但我赢得过那个，我需要更多口香糖，瞧瞧吧。蛮酷的是吧？我甚至不用努力，胜利再度属于我，我很乐意继续这样啊。Yes. 这还没结束，等我一下下哦，我还有口香糖，我要吹泡泡，这会是你看过最大的泡泡。好啊，这个我也会，放马过来，我只需要咬一口，好有嚼劲了，我需要更多，得要全部放进去，应该就这样了。我散发光芒的时候到了，泡泡时间到，来喽！看看吧，那个没什么，这才是泡泡。他怎么做到的？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这个会很吵啊！不要啊！停下来啊！那可能是个坏主意。啊！求救！求救！等等，意思是不是我赢了？好耶！你的上面还好吗？拜拜！该进行下一回合了。哎呀，巧克力！节食计划要泡汤了，看起来好美味。不，这个最赞了，光看就知道，我等不及要尝试了。
哇、哦，蛮大的，这可阻止不了我。哦耶，这是个好东西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哎、哦，你是这样吃巧克力的？我吃给你看。首先把它一分为二，像这样，看吧，一口吞尺寸，就这么简单。啊、等等，真假？你认真？嗯。好吧，这个我也会，似乎没多难。所以像这样弄断。嗯哼。哇哦，分成两块了，真是震撼人心哎！我做对了吗？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没问题，亲爱的，不要慌，让我来。感觉好一点了吗？谢谢医生。你感觉还好吗？啊，我刚刚吓了一大跳。好，我们再讲一次流程。我有一块巧克力。一块，了解。我开始昏了。你看着，拿着巧克力，然后轻轻咬，就像这样。这不难吧？不过还没完哦，你会喜欢这个的。看到饼干了吗？我要把它一分为二。嘣，跟变魔术一样，巧克力加倍，味道加倍，然后你就可以吃了。嗯嗯嗯。哇哦，你是天才哎！我来试试看，祝我好运。迅速咬一口，哇，这很有趣，我可以习惯这样啊。啊，我知道他最终会懂的。我的工作完成了。现在能享受我的巧克力了 ，Miles 进行的如何？可爱可爱可爱，我喜欢哎！谢谢你帮忙，你最棒了。没问题，别客气。我想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本来希望不要发展到这一步的。戴上这个，好吧，这个有点怪，我觉得自己像只鸟。你开我玩笑吗？我真是何苦啊！我拿不到巧克力。哎，这我以前看过了，有够无聊的。大家来看这些零食。哦，看来确实不错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嘿嘿，完美最爱。试试洋芋片。嗯，酥脆。哦，你人真好。这些洋芋片真好吃。好吃哈，那我要了。啊？喂，放手。嗯、你怎么这么壮啊？不。洋芋片交出来。好。用按好吗？拜托。好，你开心就好。接招！哇，我好像什么魔术师啊？什么？这什么啊？你是魔术师，结果只给我一颗糖？哼，我知道怎么处理了。科学时间到。嗯哼。那个安全吗？当然，怎么不安全？加几滴这种化学药剂，哼，还是稳定的。哇哦，你跟疯狂科学家一样哎。啊、哦，你真客气。用这个装满注射筒。这样应该够了。退后，这可能会很有意思。我只需要一滴。哇哦，有用哎！我是天才。你看这尺寸，有够大的。什么啊？人生有时真残酷哎。我要享用了。你可以羡慕我，没关系。不可能。嗯，好甜哦。说真的，得试试这个。够了，给我拿来。我的糖也要变超大。这个要用多少？管他的，我目测就行了。耶、yeah, ，应该差不多。记得不用太多。仔细想想，我能做出史上最大的糖果呢。哇哦，太壮观了！我都恋爱了，你是我的。哇哦，那人肯定很赞。哦耶，给我超级大糖果。Jared， 我要是你就不会那样做。你是这样讲了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了。你看，成功了。哇哦 ，Madison， 你来看，你不是这里唯一的天才。哈，那是你做的？哦，不公平！我等不及要试吃了。哎，口味不对啊！等等，里面有东西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搞不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科学又让我失望了。我都可怜他了。Jared， 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糖果。真的吗？你认真？希望你喜欢。但也许实验交给我就好了。哇哦，你看看啊，正是我需要的，咬咬。哇哦，那是气球啦。我知道，爆开吧，也许里面有东西。哦，好主意。结束了吗？我活力十足。
等等，那是钱吗？不会吧！哇哇，好，换你了。我该抱哪一颗呢？这一颗我很有 feel。咦，自以为硬汉啊！接招，再接招！你好像陷入困境了。我好弱，但我不会放弃。我可以借你发夹。我马上回来。这是抢劫，柳橙给我。老兄，让气球看看谁是老大。用柳橙，相信我，气球的自然界天敌。哦，谢啦。抱抱时间到，把柳橙汁挤在气球上，希望这招有效。哦，这是什么巫术？真人，你看，是虫吗？我得仔细瞧瞧。对，是虫子。啊，妈妈救我！没事的，他伤不了我了。你继续吧。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是眼球，真恶。等等，我觉得不是真的，这是糖果。你确定？对，这肯定是糖果，而且很美味。哇哦，你中乐透了。换我，我看上这颗气球，你完蛋了。哇哦！啊，里面没东西，我被耍了。祝你下次好运。别坏心。哇，我现在很不爽。哦，有东西啊。而且好可爱哦！哇哦，是棒棒糖，来我这边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才是粉红，记得吗？够了，我要找你们的经理。哦，这个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没这么不爽过。还剩下一颗气球。东西哪去了？我都迷糊了。真人，你还好吗？别管我。嘿，小可爱。搞什么？其实我感觉棒透了。你这样超好看的。哇哦，换我了，老兄。好，你请吧。哇哦，这太棒了！我拿到洋芋片。拜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惹到谁了吗 ？Medicine 拿这么多，我只有这个，这感觉不对吧？谁来跟我解释一下？哇哦，洋芋片天堂。这些是我最爱的，我要全部都吃掉。哦，你就只有那样？我得要偷偷摸摸。你知道我看得到吧？这也怪不了我啊。那就来解决这关吧。那是迷你洋芋片，有总比没有好。我们可能有问题了。等等，我们再试一次。不行，还是进不去。这我能一直看下去？为何好人没有好报啊？放轻松，我有个东西可能帮得上忙。你可以用我的夹子，礼物送我，拿去吧。哇哦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，超级好用的，希望努力是值得的。非常爽口，看吗？我就说会有用。等等，我想试个东西。Medicine 在干嘛？我在造洋芋片雨。哇吼！再来，我还要。去开房间了。倒光了，有差吗？我要来享用哦。进我肚子里去吧。我看是有问题。哈？你说什么？这我永远治不腻。惨不忍睹哎。我比较喜欢舒适的用餐体验。主厨值得大力称赞。等等，这不是洋芋片。哇哦，是迷你遥控器。这个用不到了。搞什么啊？我得要小心，这个很小，我不想把它弄坏。看看它有什么用途。哇哦，这下有意思了。哔哔，怎么一回事？哼，我早该知道的，是你。对，是我，你的克星。住手！我才不要。哔，不，别这样。好戏上场。不，不要，杰瑞。你吃的乱糟糟，给我拿来！你老是扫我的兴。洋芋片，我今天蛮美的。你想要看魔术吗？啊？会让你大吃一惊哦！你看，这很狂哦。对啦，做得好，你可以不要吵我了吗？好吧，你没兴趣。这帽子好可爱。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很神秘哦。我得喊停了。可是，魔术，食物更有意思。口香糖，好吃的。
我等不及要吃了。我也是，看起来好赞哦。回神了，杰瑞，我有个点子喽，你得看看这个，我要把它全放在嘴巴里，这会是世界纪录之类的。最后一片了，特拉，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快吐了。哦，你讲话好客气。你开心就好，我需要新朋友。哦，我尽力了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得打给 Kevin。等等，那是豆豆，不，这是灾难哎，不能让他看到我这样。为什么会出这种事？等等，也许我搞得定，值得一试啊。把口香糖放进碗里，然后加进汽水，够了，把它们混在一起。Medicine， 呼噜呼噜，神奇变身，就会解决所有痘痘问题。接下来需要搅拌器，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加进我的特殊配方，这个会把液体变凝胶。盖子盖上去，我不想弄得一团乱，你来看看。哇哦，真是有意思。可以了，把它倒进特殊的模具里，全都要倒进去，等它凝固，应该不用多久。我看不懂那是在干嘛。我觉得够久了，把它小心的撕下来，我专属的面膜，舒适畅快。砰！耶！我就知道会这样，来看看效用如何。容光焕发，而且痘痘不见了。哈、啊，我肯定会做噩梦。我好看吗？你很美。你真的这么觉得？对。那你待会要做什么啊？嘿，看汽水耶。哦，我也能喝一点。这附近肯定有什么可以吃的。麦片，不要！天哪，那是啥？哇，那看来很美味。嘿，看我在柜子里找到什么？它有个牌子，还有那么多糖果，我猜我会照它说的做。我吃喽！哦，天哪，你可真勇敢。没事，那我也来吃一个。嗯，真好吃。啊，不是吧，我们来到食物大挑战了。孔子下山来点名。耶，我赢了，我开咯。哇，黄色饮料。等等，有点不对劲。这不是饮料，这是软糖。哦，好酷。我能吃一点吗？拜托。哇，冷静点，我都还没吃呢。嗯，好软 Q。 哇哦，这味道真棒。哦，我真嫉妒你。他还在吃，他也吃太久，而且我好饿啊，这真是最糟的一天。哦，我觉得我快没电了。啊，那可真好吃啊，换你了。嘿，你睡着了吗？啊，他肯定是没电了。哦，也许我该来帮他开。咦，他有个迷你糖果机，我不介意帮他做。超小超可爱的，我打赌这糖果加油机能让他精力充沛。哇，现在我觉得精神百倍。耶，糖果加油机有用哎。哇，他真的已经精神百倍了。
我们一起打开吧。哇，我拿到一颗巨蛋。不是吧，那可真巨大。我这里有一堆小盒子，迷你尺寸超可爱。嗯，那可真好吃，可不能忘了这张小纸条。哦，真可爱，好浪漫啊。和你一起看日落的美丽之处。好哦，该来看看我的巧克力惊喜了。哇哇哇，没想到是这个，好蓝啊，闻起来好香，该来开吃了。这不是巧克力。哦，搞什么啊，我的巧克力惊喜是个惊吓，不敢相信这是宝丽龙做的。你觉得底下是啥？我能掀开吗？好，来喽。真怪，奶嘴棒棒糖。哈，真衰，我是说你已经是大孩子了。真有趣。等等，还有别的。哦哦，雪落沾酱，太赞了。哈，他在干嘛？几度吗？嗯，真好吃。发生啥事了？救命啊！哇，这是个礼物吗？肯定是给我的，附近没别人。妈妈，哦，你真可爱呀，啾啾啾啾。嘿，好烦啊，闭嘴。哦，抱歉。嘘，没关系，我知道。哦，哇，银色小熊软糖，真美味呀！给我，真棒啊！我要小熊软糖，你没有再做一次。哦，好，给你。嗯，发生了什么？这不是脏尿布？嘿，哦，更多小熊软糖，它们也长得太快了。准备好了，一二三，开始。这不是我的风格。交换，当然，这样更像了。我不确定哦，我不知道这鞋子。不，真令人失望。那不一样，别看我，这是干嘛用的？哦，我知道，我们应该把鞋子穿过去。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哎，这些看起来不好吃。我觉得这机器坏了，也许我该试试看。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学学啥叫时尚，因为这不叫时尚，你根本就穿不了。你知道这闻起来很臭哎，这技巧很酷哎。你想的跟我一样吗？值得一试。这可以吃哎，吃吃看，现在这可是美味的鞋子啊。你在开玩笑吧，我看来很糟糕，我不适合这颜色。给你，拿着。拜托，有用啊。那太可怕了，想象穿着粉红色的样子。呼，这次只有一个，没有任何声音，就拿起来吧。一个铃铛，
早安，我有新鲜美味的披萨，真好吃，真美味啊！请享用。意大利腊肠披萨很无趣。哦，我知道，也许这添加了更多风味。等等，你带了银色的棍子，你在干嘛？你把它毁了啦！这可是来自我娘的超赞食谱哎！妈妈咪呀，那样看来好多了。也许我能在披萨上做点什么。美丽的玫瑰，拜托，求求你别这么做。给你，那看来很赞。他还好吧？现在这看来更开胃了，我要来吃吃看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要来吃吃我的。还好呢。哦不，拜托别说我的牙。太棒了。很难看吗？哦天哪，太爆笑了。是啊，看来好丑。值得啦，有认识牙医吗？这次你先吧。不，你先，我坚持打开。好吧，你说了算。粉色锤子，也许是蛋糕。不，绝对不是锤子。来看看我这边是啥。还好。滋滋。哦，我知道我们该干嘛了。我们用这个锤子来敲破这只老鼠。哦，对哈，我懂了，该来释放压力了。住手！啥？等我一下。说到了破坏时刻，安全第一。真可爱，想得真周到。住手！现在怎样？我们需要保护眼睛，不得不小心。好啦，你敲吧。耶，太棒了！骷髅头糖果真好吃，巧克力钱币赞，我爱巧克力，这挑战真棒，我喜欢。说得好，哪儿有糖果可吃。准备好下一轮了吗？来吧。等等，拜托让我先。行啊，我觉得这会是更棒的东西。闻起来像塑胶哎。哦，我懂了，泡泡机，好美啊。哇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爱抹吉，但百吉配抹吉会很好吃的。我先来开吃吧。黏梯梯，好轻啊，我爱吃。也来一小口百吉，真好吃。你拿到啥？拜托来点美味的东西。哇，看看这个，好大啊。哇，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东西。打开。假设我更好。好不真实啊。哇，来喽。太好吃了，好有嚼劲，真 Q 弹。看着。这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的。Penny？ 哇，我在迪斯可球里面，我正好想要跳跳舞。他不会在这颗球里面吧？当然不，那是音乐声。Hello？
哦，地震，住手！凯尼，哦，抱歉，我就把它放回去好了。太棒了，我得到马吉，而他可以狂欢。看看这舞步，觉得你能接受我们的粉色对银色挑战吗？你更喜欢哪种颜色呢？记得告诉我们，记得与你朋友分享这段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来观看更多像这样有趣的挑战哦。